这是 IC 之音主科广播 FM 九七点五。您现在收听的是每个礼拜四晚间六点半首播，礼拜天早上九点半重播的《梅主讲堂：创新与创业》。我是王丽娟，大家好。今天我们的来宾呢，他曾经在戏谷创业，他在清华大学所开设的创业课程《高科技创业与营运》，成功的培育了不少出色的创新团队。 前不久呢，刚刚被韩国以高价诟病的 GoGoLook，以及由实验室技术移转创业的后羿科技，这些人呢，都是他的学生。让我们一起欢迎清华大学电机资讯学院的蔡仁松蔡教授。蔡教授您好，李娟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认识蔡教授啊，是在一回这个清华大学的创业日的活动上面，然后那一天呢，创业有成的 g o g o Look 的郑同学回来分享了，他现在是执行长，对不对？啊，已经不是同学了，他现在已经执行长了。<laughs> 执行长，对。然后我被他的这个演讲的时候的热情啊所感动。 然后后来他告诉我说，其实呢，他是在呃学校的时候上了您的课，而且是一整个团队的同学。后来他们去创业，是是这样的。有好几个都是研究所的同学，而且从不同科系里面呢、呃、凑组成一个团队。<哇>因为我们那个课程就希望他们能够从不同的科系系所、不同的才能，能够这样子在一起的话，弄创意会更大。嗯、是蔡教授，在我们聊您。 开设的创意创新的课程之前呢，我很好奇教授小时候成长的过程，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介绍自己好不好？其实我自己的成长过程应该是跟一般啊、呃、很典型的台湾人是非常像的。其实我小时候读小学以前都在台中的乡村长大，在台中的哪里？在台中的那个沙鹿那个地方。哇，我要尖叫了！沙鹿哎，对。 无期耶、欸，啊、无期杀戮，我是杀戮沙田路诶、欸、哦，真的啊，哦。 那些路其实我不是很熟，因为那时候年纪太小，所以对那个地方，我只知道我成长的那个村落是啊，不过在乡下长大，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非常自由，所以经常在那个田里还有玩得很开心、欸，玩得非常开心啊。教授，我可能小时候玩的地方也是您曾经玩过，哦，也许有可能沙路，哎 <laughs> <戮>、欸，甚至我们那时候我还记得，就我的外婆要来台北的时候，哎、欸，就带我走那个乡间的田埂啊，<是>啊，到那个车。 站啊，去搭火车哦，就说从小就是有很多哎，我觉得对我来讲是生命里面就第一次人生刚开始的一种从自然中好奇的一些学习，所以我想也培养我自己人生里面对事情非常好奇，到现在还有一个蛮好奇的一些心理，好奇心是很好的礼物，是是是。是是 听说刚刚上任的清大校长贺成红贺校长也是您高中的同学，对吗？是我们在建中的时候，那时候有二十六班。他虽然跟我不同班，不过我们是同一届的同学。哇，wow, 小小年纪呢，在乡村长大，可是其实你把书也读得很好，所以能够考上建中。但是那时候你有想过你，你大学要念什么科系？那长大了要做什么吗？ 其实我们那时候的教育好像都不会给你太多的一些想象空间了哈。那我个人是。 呃，从小其实我也蛮喜欢阅读的。那主要我刚才有讲，可能因为从小在乡村长大的关系，对事情抱着一种好奇心，所以事实上那时候在读中学的时候，也经常问问。底下被老师觉得，嗯、虽然也很喜欢我，不过也也也很麻烦的孩子，很麻烦的一个孩子。包括 <laughs> 我觉得说，哎、欸，那时候呃，就老师跟同学对我都蛮好的，所以在那时候也启发一些蛮自由的一些想法。嗯、那老师事实上对。 我蛮照顾的，就是说让自己有蛮多的自由度，对一些问题就有一些深入的一些看法。嗯、虽然不可能想的非常多，不过只要一些有兴趣的问题，哎，能够把它想得深入。我想这也是对后来会去创业或做一些研究啊，产生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东西。我觉得帮助非常大，所以要感谢以前的老师还有同学给我那种比较自由的那些环境。那<是>以前的志向呢？ 我觉得那时候都很单纯，像现在人是看媒体嘛，我们那时候是啊，阅读那些名人的传记啊，哦、传记哎，啊、你就会想就去成为那种人。所以那,时那时候你有想？ 就是比较敬仰的人物是谁吗？哇，这高中的时候很欣赏爱因斯坦啊，就一直在想爱因斯坦怎么就是坐在办公室就可以想象这个相对论的东西啊，想象那火车怎么用光速行进。我觉得那时候对自己是觉得非常着迷的，很仰慕他，非常仰慕他。所以想象说以后能够成为一个科学家、发明家，那我觉得很好。我、嗯、后来高中我们的导师是辛玉云老师啊，常常哇，也是我们的名主持人，对对对。对对对 那那时候也受到一些启发，就觉得，诶、欸、我们该做成一个有用的一个人哦，我们身边应该有一些意义。他其实那时候没有说特别想要赚钱的这种想法，是、欸，只是诶、欸、觉得就是应该把自己做得很好哦，那成为对别人有帮助的一个人。所以那时候想法事实上是非常单纯的。嗯，我们也知道蔡教授呢，后来在戏谷呢有非常成功的创业的经验，而且呢。 这些公司非常的出色，以至于呢，很多大公司把你所创的公司给并购了，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在细谷的这个创业的故事。我想不是我一个人创业哦，嗯、事实上我们那时候都是一些好朋友，那一起来啊做这个公司。那那时候主要会去。 呃，去创业，其实我本身就像我刚才想的哈，我没有说一开始就想去赚什么大钱哈，嗯、那只是说从伯克莱大学博士拿到以后，那很幸运的去 IBM 的研究中心那边去工作。你念什么科系？我是念电机电脑工程的。OK。 然后去 IBM 工作。哎、欸，那时候去 IBM 工作，因为我们在那时候的年代哈，全世界两个最好的，一个就是贝尔实验室，一个就是 IBM 这个华生实验室。那是天堂，他们说。不敢讲是天堂，不过有一点蛮接近天堂的感觉，<laughs> 因为那个公司确实对这些研究的人蛮不错。不过就给你们很好的研究的环境，相当好的研究环境。 不过后来仔细想，就是说这些美国大公司，他们以前觉得他们成功的秘诀就是把天下最好的人都网罗过来，只要他不为他的对手工作，他就赢了 <laughs>。在过去的时代，确实是有点类似这样的现象，因为以前可能博士也没那么多<是>那他真的是把他网络过来，你不要不帮别人做就好了，就可以了。这也是,是，所以以前是 IBM，他们确实对我们这些人也相当不错，所以在那时候自己。 也就很简单的想法，就是说，哎、欸、我要做一个杰出的研究。不过很幸运的，就是在那时候做了一些东西。哎、欸，确实，I B A 公司也能够去用上去，那改善它的产品。所以那时候他就给我一个技术成就奖。那我自己也觉得也也蛮不错的，觉得好像人生也蛮有意义的哈。是啊，那不过。 在那时候就发现，就说，哎、欸，那我做的东西，后来刚好有个机会，我们里面的人刚好他在用某个公司，我现在不能讲哪个公司了哈，嗯、就说，哎、欸，我们做了一个 benchmark，benchmark ben 就是一个做两、就是、个东西的比较，是，就一比较就哇，另外公司做的市场上那个公司做的东西要跑跑六十天才跑得完，啊，我的东西竟然两个小时就把那個东西做出来，就非常有价值，哎、欸，就是觉得非常有价值，后来就。 有人听到这个消息就想说：“哎、欸，那为什么不把这个做成一个产品，让更多人能够使用？”所以就带着一个产品一个新的技术，哎、欸，是，然后去创业。是，嗯，节、欸、目上半段我要请教我们蔡仁松蔡教授，您认为呢？从创意到创业，这中间要做好哪些个准备？ 我要准备的东西事实上非常多，因为成功需要所有的因素都要到位，它才可能成功。而且差任何一点它都不行的。不过最重要，我觉得是我们自己要培养那种非常谦虚、那不断学习、勇于尝试、不怕失败的一个态度。因为我们创业，它要面临的都是很多一个新的一个可能性，所以很多过去的经验很可能不完全适用。不过你有个正确的态度，这就很容易成功。 那这对个人是这样，另外一个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就一定要找出一些建立一个可以合作的一个团队，因为现在这世代我们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复杂，单兵作战是啊很难成功的，所以一定要找一个能够打死不对，能够彼此互相信任的团队，这才是成功之道。所以呢，一个是个人的修为，那一个呢是找到对的团队，对，完全正确，太棒了，谢谢老师的这个指导哦。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回到梅竹家。 讲堂创新与创业。这里是 IC 之音竹科广播 FM 九七点五，欢迎回到梅竹讲堂创新与创业，我是王丽娟。 我们今天邀请的贵宾是清华大学电机资讯学院的蔡仁松蔡教授。蔡教授呢，曾经在戏谷有过创业的经验。他也在清华大学呢开设了一门非常受欢迎的创业课程，这门课呢叫做《高科技的创业与营运》。很多人上完他的课以后，就一整个团队去创业了，而且非常成功。包括说像是不久前被韩国高价收购的。 GoGoLook，还有呢，后羿科技都是的。教授刚刚跟我们分享说，他觉得从有一个创意到创业，这中间要做很多事。可是呢，他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要有这个做好自己个人的准备，你能够学习，你能够面对失败，你能够谦虚，然后呢，你要找到一个对的团队。那我想请教教授，当初呢，你们在这个戏谷。 哎，好朋友，大家要来创业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们准备好了吗？我老实说，事实上完全没有准备好，所以那时候吃尽了非常多的苦头。当然，有些东西做的还蛮顺利的啊，不过有些东西等于是说人生第一次尝试到那些真正自己去创业的那种苦头。 我想创业里面最困难的就是你每天你要自己 make decision，你自己要决定自己要做什么。每天要告诉自己，我今天要做什么？诶、欸、不只是那样，而且就碰到一些困难，那、啊、你到底要怎么决策？那每个决策可能就会影响到你将来的公司的一些走向。 那这些决策以前在当家员工的时候，反正都是别人帮你扛的，所以你是别人的事，老板的事、欸。所以你很多东西你就不会去思考。可是当你自己创业的时候，自己当老板，你就要自己去想，你到底要怎么做哦？那这个压力就会长大。那、啊、另外的就是说，真正的商场事实上它比单纯技术复杂非常多，所以我们那时候事实上也碰过很多的一些挑战跟困难，哦，以前完全没想过。给我举个例子。 你可能很难想象哈，比如说你东西产品做好了，你开始要卖，那有一个公司打电话给你说，诶，他们有兴趣要卖，你想你会不会去？ 你会去哇、啊、马上就赶去。结果你知道吗？结果后来发现是我们的敌手，他其实就在注意我们，所以弄一个假公司，哇、哦，一个假的公司啊！所以你的东西的禁忌就被他解剖了，他完全看出来你到底在干。被他看光光。对对对,对。那以前完全没有想过在商场上哦有这些的做法。<是>那我想这其实也是蛮实际的、哦、我我想就是在那时候就很多这些蛮辛苦的状况啊，一些学习。那另外一个就是团队。 对，有时候你做到某一种程度，哎，可能在某些观念、想法或是意见不同的时候，哇，那你怎么在保持彼此，能够在坚持，在往同样的那个目标持续前进？这些都是一些相当大的一些挑战哦。嗯，那碰到共享成功其实也不容易啊，要、那个、共度困难有时候也不太容易。<laughs> OK，所以人的这个。 呃，要素也是很关键的。有些时候朝着一个目标前进的时候，大家可以彼此比较不计较，但是可能有小小成果的时候，可能这个纷争才正要开始，对不对？对、哎，这是一方面。那有时候碰到一个极大的困难的时候，大家的看法怎么去面对这些困难，也可能会造成一些意见啊、一些分歧啊、嗯哦。所以其实状况非常多，不是非常单纯的。 嗯，那在指导这些有可能或是有企图想要创业的这些学生或是团队的时候，老师通常呢是给他们怎么样的一个锻炼的过程？所以我们这个课程。 有一个外号叫做“拟真的创业课程”哈，就是我们把它用一个真实，所有要求都是像真实的。拟真是模拟的，你吗？欸、模拟真实的这种创业，是因为我觉得创业就是很难用像书本那样子来教，那可能对他们他们完全没办法感受到我刚才讲的那实际创业一些困难，<是>所以我们就会设计，就是说我自己自己想的、啊，当然这個很可能是一些土方法，不过我自己觉得还是蛮有效的方法。怎么做？那比、啊、如说。 就要求每个团队在早上没有七八点的时候就要来跟我报告四五分钟。哎、okay, 啊，事实上在那十五分钟，我知道一些状况，然后让他会很多的压力。其实就模拟在他面对市场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了一些困难跟压力。哇！<Wow. S 1> 所以经常这些团队。 一阵子以后，可能就会爆掉了。有些甚至还有在我面前就爆掉了，<laughs> 就说他解决不了你所提出来的问题。呃，也不是，就是他们议论哈，那你会产生一些团队的问题，一些那个实际上很类似他将来在创业的时候会发生的一些问题。因为他们自己意见就不一致，哎、呃，意见不一致，或是有不同的看法啊。可是你这一关还要过，嗯、因为像我那个课程是不能退的。 就你修了、oh, 你不能退，对，因为你正在创业，你要打死不退啊！你不能说到一半就打沒。没错，没错。所以修我那个课，就是他们一定要很有决心，他不能退，所以他就已经要咬紧牙根撑到底哈。哇、哦！他 <Wow. S 1>、啊、事实上用意不在修理他们了，也不是说看到他们痛苦我就很高兴，嗯、而是说让他们在做的过程当中慢慢去体会到他将来可能会面对的那种状况。那<對>、啊、他的团队就要赶快去重整、去组合、嗯、去解决自己。 的问题啊，这样这些东西都没办法，我们真正教他，因为你跟他讲太多都没有用，他要自己经历以后，哦，那你再给他看一些书，他才听得进去，他才会自己再重整<是>这些经历，我想会蛮重要的。我觉得老师所出的那个考题，应该就是最珍贵的，因为那是你经验的累积，然后呢，你给出来这些问题的时候，要他们去做决策、做讨论，可能都是他们原来没有想过的。 有经验的人，当然就会想那些东西啊。不过学生他就是经验嘛，嗯，他所以这些又會让他蛮务实的去思考那些问题。比如说，你通常就问他说：“哎、欸，你的东西特殊点在哪里？那为什么只有你能做，别人不能做？嗯，哦，比如某某人渣大钱，他、啊、是不是他也一样可以做？他就 copy 你的，那你到时候是不是等于帮他做了？” 哦，像类似于就一些很简单的问题，就会让他们去思考很久。那事实上，这个在商场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还有说信，有时候你这些东西是能不能 repeatable，是不是可以 scale up 的？ 还是说你弄只是一个劳力密集的东西，只能在那时候有点像那个菜市场摆一样，你就一定要在那一点才能做。可是你没办法把它复制到别的地方，要<是>不能复制的话，这东西很难变成一个一个 business。那、啊、类似这样子，就当做过的人会比较有概念。阿、啊、波这对学生都是一个非常新、非常好的一个很有深度的一个学习。嗯，我也很好奇，<是>特别想要请教蔡教授。 呃，您指导这么多的团队啊，这么多的学生，那其中也不乏现在已经非常成功的。在您的观察当中啊，创业型的人格有什么特殊之处吗？一般从我观察到这些学生，就是说基本上都是蛮有热情的。嗯，那不止很多话，有些人是蛮多话，有些人蛮安静的。哦，所以这些我觉得比较不重要，最主要是要有热情，而且他们很勇于尝试，不怕失败。 而且就是很多就是很愿意去学习，其实就我刚才讲的那个谦虚学习了哦，勇于尝试，不怕失败。有这种人比较像是会去创业，会成功。哎，是更勇于去尝试去创业，<是>而且他们将来成功的几率也蛮高的。嗯，所以这个很重要啊，很虚心，很愿意学习，然后也勇于去尝试。哎，万一带来失败，他也能够去承受那个失败。 完全正确，嗯、很勇敢就对了啦。这种创业型的人格比较能够创业成功，这是教授的观察。是蔡教授在您所指导的这么多的学生团队当中，有很多人后来去创业了。那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呃，现在还有一些是非常成功的一些案例。 譬如说，有个公司叫 Acubility，有时候我们叫它活动通。它这个公司现在高通啦、啊，还有 c o c o m 啊，还有一些其他诶、oh, 哎、都投资他们，所以他们现在的那个市值应该已经有数五亿台币左右的价值。不过他们可能要在两三年以后才会上市哈。<是>那他们创办人 Ben，他就是来休课的时候，他从高中就已经预备要要创业了，就已经立志要创业，立志要创业，所以他是。 一个非常有预备的人，那事实上，在修完课程以后，也去业界磨练了一阵子，然后就开始做这创业的工作。哇 <Wow, S 2>，他对自己要做什么是很清楚的，的、哎，非常清楚。哎，那非常有。事实上，我们现在这个课程，我估计他有三分之一的同学已经实际去创业。那我我自己也觉得还蛮不错，但我是希望有百分之百都出去创业。蔡教授，您真的影响了好多人。 我不敢这样讲，不过真的很很乐意看到年轻人愿意起来，愿意去尝试，看到年轻人的成功也是是我们最大的喜乐。太棒了，社会进步的动力是。节目最后呢，我要请教我们教授，您认为呢？创新的价值？创新的价值，我觉得很重要，是在发现一个新的一个可能性。 那在创业这边来看的话，它是产生一些价值，它帮助人去享受这些所创造的性价值。好，今天我们非常谢谢清华大学电机资讯学院的蔡仁松蔡教授到节目当中所做的精彩分享，蔡教授，谢谢您。